是我的太太郭秀英。秀英，这是我的小弟文清，还有一个女朋友明珠。金明珠小姐，你真出名，大家拢熟悉。啊，文清，顶一届因为一件代志，咱已经见过面啦。歹势啦，迄当阵我无甲你解释清楚。人生实在真好命，啊，人心嘛真复杂。照你讲，我会当顺利找到册读甲钱开，爱感谢你一下。啊，无是安怎，我今嘛连一点啊感激心情都拢无。可能是我所经历、所看的，毋是意外惊喜，颠倒是有心的设计。是的。我确实是有计划，相过我是想要到三江，无歹意啦。好，那咱就拖袂讲，咱本来就无熟识，啊，无需要跟你什么交情。咱唯一的关系，就是你的翁婿是我阿兄，还有两个囡仔嘛是我侄仔，咱的关系嘛只有介安尼。啊，若其他的，咱就田无狗，水无人，上好拢卖见面啊。文清啊，咁少安尼啊？刚刚姚嘉伦甲伊文什么看法？突然千里迢迢来个台北，起码高铁啊，搭台北甲铺主都袂输甲隔壁镇的，无差啦。阿姆哥听起来，我曾经就介意嘉伦甲伊文讲话上只近，但不过恁阿兄是这两个囡仔亲生爸爸，我是因为我。高女士，你想是误会什么啊？你家家算是真，是讲你会当放心。这两个囡仔，因阿姐感觉了就有礼貌，就捌代志的，所以你唔免烦恼，因会对伊冷淡，佫较唔免烦恼，文清会阻止因甲你相处。唔对，啊以后恁是毋是会当安尼快快乐乐做一家人，还是爱靠你？不是靠我，就是你的提醒啦。那你今晚我已经离开了。快些，小蛋姐。是安尼啊，阮王家历代祖先跟阮阿叔在内面，啊，万一你也入去，互因看到，我唔知影要向因交代。因为王家有一个规矩，小三。是袂用得离开的，